起来，来，平阳也快来。谢谢。哎，小美，我说你穿校服挺正经的。你意思说我平常不正经？你平常这么正经，我上哪里知道？我又不是你家黄瓜、茄子、莲藕啊，你说是吧？是的，平常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平安夜啊。平安夜是吧？那你知道今天应该吃什么吗？苹果。刚刚好，我给你带来了，拿着。然后你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？ Apple 是吧？那你要不要 Apple？ 要啊。要是吧？啊，好，那去卢家还是今天？哎，孙子，你这手机用多久了？两年。两年了你还不换？穷。穷？穷你跟我说呀。你要给我换？你想多了。然后给你们老铁就是推荐一个，就是我现实的一个好哥们，然后在做的，他是各大品牌各大机型他都有，然后你们有需要的宝宝就加下方，好吧，联系他，绝对是有保障的。 OK， 小美，晚上有空吗？请吃个饭啊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请我吃饭？嘿嘿，当然是假的啦。这每次都要套路我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真请你吃饭。不去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江城不生气了。那好的，这个视频如果双击破2000，我就去帮你涨涨人气，吃饭。好，你说的，老铁们，你要帮我一把啊，谢谢你。那不是我混一个啥意思？算美。你买满了？我不开心。哎呀，不要不开心了，下班爸爸请你喝一杯，走。这是你说的哦，你记得买单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买单。冲你这么肝胆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我少套路你一次。算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即使衣服穿再厚，心里没我，照样冻死你丫的！我跟你讲。哎，算美，干嘛？不干嘛呀，今天不套路你了。想问你几点下班呗？原来是发现想要请我吃饭了吗？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就随便问问啊。哎，算美，你属什么的？我属龙啊。错。小样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属于？你可拉倒，我跟你讲，你属于你爸妈的。哎，算美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我怕说了以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没事，你说吧。那我说了，算美，你今天衣服巨丑，你知不知道？真难看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这字母，哦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哈，怎么配的衣服？你说啊，想死。